将军赐座，谢大王，老臣不用。我赵国能有今天，真是多亏了老将军呐、啊！谢大王抬举。报告大王，秦国又来侵犯我国了，请大王定夺。可恶，不知哪位将军愿前往迎敌啊？臣愿前往。两位将军都愿前往。可派谁去呢？还是李将军去吧。倒霉将军年岁已高，还是在家休息吧。啊！末将领命。大王，臣带兵多年，经验丰富，武艺高强，不如就让臣去吧。倒霉将军，不是本王不让你去，你实在是年岁已高，不适合带兵打仗了。大王，臣虽老，但一样勇猛无比。来人，拿杠铃来！有！老将军真是神力呀！大王，还是我带兵前往吧。可老将军，你毕竟年岁已高了。年纪大并不表示我能力差呀。大王，你一定是以为我武艺退步了。来人，拿我的宝枪来。有哇，真是太强了。老将军真是武艺过人的。可老将军，请大王等我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我赵国撒野。投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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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吧。就他一个糟老头子，我们赢定了！上啊！好厉害呀！大家快跑！来吧！还有谁？将军，对手太厉害了，弟兄们顶不住了，你好自为之啊！啊，喂！可恶，这帮胆小鬼！啊！可恶！有！倒霉将军一人击退了敌军。哦，哈哈哈！倒霉将军真是老当益壮啊！老当益壮，这个成语告诉我们，年龄的大小并不是成功的关键，意志才是最重要的。只要有志气，肯下苦功夫，就一定能干成一番大事业。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？
Thank you.